干嘛听古琴背你会多浪漫，再浪漫都被拆撕烂，需要平平淡淡这么慢慢一起在共患难，高脚杯在陪伴你会决定多果断，在青春快过半一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，你说的来者不拒没究竟他都不去，你要临时 money money 根本不用深思熟虑，你说的像只狐狸把别人蒙在鼓里，没有 money money 那他对你听，如果再遇到爱的人记住去拉着他的手告诉他，如果你没有他你就一无所有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。